花神佩丢失，彼岸花觉醒。哎呀，这是星流花神要现身呢。我只知道阴阳双配聚齐才会唤醒花神，这星辰阁只是负责看守花神佩的阴佩，彼岸花不会跟阳佩有关系吧？这彼岸花和花神佩的关系我也只是略知一二，还请师叔详解。哎呀，你们这两个年轻人半夜三更的让一个老人家给你们讲故事，这个李飞啊，我们的酒呢？哦，对了，师叔，还有喝一口，喝一口。哎呀，好吧，那我就给你们讲讲啊。相传在远古时期，星流花神少武跟人族部落首领片羽相恋，你怎么了？小武，你所有的亲人都住在那云山之上，你也是属于那个世界的，而我双脚都不能离开尘土，我配不上你。胡说什么呢？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，不就是一个世界的吗？小五，有朝一日我一定要跟你一起飞起来。少武以为片羽啊也就是说说罢了，嘿，可是没想到他还真制造出来一对翅膀，而且还如愿以偿地飞了起来。可他一个平民擅闯云山之巅，是要受到大祭司的惩罚的。他被打入了遥远的雷州冥地深渊，那少武肯定坐不住了。是啊，可是他自己也被大祭司下了一道封印。只要他离开云山之巅，就会经历衰竭而死。片羽让少武不要为他担心，说只要还有命在，总有再相见的一日。后来少武知道片羽为了逃走，在冥地深渊和押送他的大祭司大打出手，连打了三天三夜。那血色染红了冥地深渊的曼珠沙华，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彼岸花。哎，少武为了见片羽最后一面，竟然不顾一切地跳进了冥地深渊。见到你真好。
相传片羽的眼泪化成了星流花粉，散落世间，后来才有了会飞的羽族。少武和片羽相拥而亡，彼此深情随之消散。阴阳两配相合，这就意味着星流花神要跟他的爱人相聚。如今彼岸花出世，说明星流花神的爱人也要觉醒啊。七星灯落，彼岸花生，只是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，庭君是怎么知道的？庭君这个混子什么都好，就是看不破情字一关。也许此事会跟易福陵有关系。当日易福陵在福玉陵闯关，紧接着花神佩丢失，那个七洛林又是白庭君的手下，会不会是白庭君在背后捣的鬼啊？无论如何，都是白庭君毁坏了七星灯，形同背叛师门。师叔，不如这样，即日起，本门弟子全力捉拿白庭君。灵儿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灵儿，你别走。天涯子，天涯子，我有事找你。你看够了吧？真小气啊，每次找我帮忙只给看一眼。我是怕你没命再看第二眼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灯灭影盛，泪融朱砂，飞花入泥，一线天际，这四句话的关键是我吗？你为这个做什么？七星灯灭之后的影子，就是我背上的这朵花。星流花神提前觉醒了，现在你背上的曼珠沙花即绽放，这就说明花神银佩已经找到了它的主人，下一个出世的就应该是花神杨佩。花神杨佩，难道就是星流花神的爱人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原来少主就是星流花神的真心爱人，所以女皇下这么大的力气争夺他。我明白了，只有照这十六个字说的做，才能找到花神杨佩吗？灯灭影盛现在已经应验了，一线天际可以理解为一线生机，那这泪融朱砂又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泪融朱砂是什么意思。我出生在天女村，因背上的花被视为妖孽，那一年我沦落风尘。
不管人是不是你杀的，反正今天你死定了，不如让哥几个乐呵一下啊！住手！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女人，嘿！我要让老子看见你们！滚！走走。这怎么了？我的眼睛里好像进了朱砂。哭一哭就好了，哭一哭，朱砂自然就能融化。其他事情也是如此，哭一哭就过去了。灯灭影生，泪融朱砂。既然这前两句话说的都是我，那这飞花入泥说的也是我了。不要那么悲观，一线天际，或许你还有一线生机。你不明白，一线天的意思是天女村附近的悬崖一线天。少主就是在那里救的我，若没有他，我又如何成为现在的彼岸花呢？不管怎样，这花神配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也就当没有听过这十六个字吧。可这和少主有莫大的关系。若我猜得没错，易福林应该就是星流花神，而少主说只有参透这十六个字才能保护易福林，所以少主就是命定的花神恋人。你是准备要为你的少主牺牲了？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非得是我？你觉得不公平？你一心恋着少主，可你的少主只是把你当成追求别人的工具。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的。你还是觉得不公平？可这世上哪有公平可言？同出天机门，我的师兄天机子贵为双城的国师，是万人敬仰。可是我呢，每天就缩在这个荒山野岭里，凭什么？告诉你，只要你自己不愿意，没有人可以强迫你。启禀陛下，这明空葬礼，就算是年高德昭的皇族也未必能享有。这杜若飞英年早逝，又尚未建功立业，敢问他如何能担此大礼？杜若飞英勇护驾，待本皇死于贼人之手，这就是最大的功勋。莫非你觉得本皇死了也无所谓？南雨都正好可以换一个新的主子了。但是陛下，您可别忘了，您也未满20岁。放肆！本皇尚不能废，但杜若飞的葬礼由八大贵族代为执行，规矩都是人定的，本皇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。不过雪大人最近身体抱恙，就可以不必来了。退朝。恭送陛下。陛下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八大贵族都答应明天一同执行若飞的葬礼，能为羽皇效命是他们几世修来的荣耀。摄政王那边呢？朱批已下，他对此事毫无异议。想来他既然保下了雪里，也就不会在若飞的葬礼上多做阻挠了。如果我们会飞的话，该为若飞送葬的应该是我们才对。由八大贵族为若飞举行明空之礼，是若飞的体面。主上，您也不必为此自责。更何况您的20岁生辰即将到来，到时您在斩义礼上振翅飞翔，锋刃便要还政于您。从此以后，世上便再也没有那个碍手碍脚的摄政王了。飞霜郡主到。
是你，你来干什么？也许我该为之前隐瞒身份的事情跟你道个歉。不用了，你看现在宫里都说丰田义和双城的正面冲突是因为我这个红颜祸水，正好你又喜欢丰田义，对我有些芥蒂也是正常的。你这话的意思便是要同我为敌了吗？啊，不是，你误会了。丰田义为了救我爹身受重伤，我之所以留下来，一方面是为了感激他，还有什么？因为摄政王和你们雪家，我觉得丰田义这个羽皇当得一点也不自在。那又与你有何干系？莫非你真以为以你的姿色还能颠倒了羽族的朝堂去？我没有这个意思的。我和天意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虽大他半岁，但他从来都很照顾我。那一年我生辰，算我跟你讲这些做什么？我不管我哥哥怎么样，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嫁给丰天意，他是羽皇，我便是命定的皇后，他要是庶民，我也跟了他浪迹天涯。那这番话你可曾跟雪大人讲过？你倒是对我们羽族的事了解不少啊。那我就告诉你，天意要担心的从来不是我们雪家，而是他的皇叔。封刃的手段你也见过了，天意年满20，按律封刃就要还政于他，可权位当前，谁人愿意拱手相让？若他这摄政王的位子变得名不正言不顺，你猜他会怎么做？他……而天意在双城抢女人的事情正好会成为丰刃攻击他的利器，所以不管你是真心喜欢天意，还是仅仅对他心存感激，该怎么做你明白了吧？天一亮我就离开。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不喜欢天意，那一走了之也不是什么难事，不能说是我逼你的吧？但是我走了，他自然会怀疑到你。你今夜本不应该来的。那又如何？你当真以为天意对你有情？算了吧，这些年像你这种主动示好的女人我也不知道见了多少，但我雪飞霜只有一个，只有我才能借着雪家的力量助天意一臂之力，只有我才是他最知心的人。我心里想什么便和你说什么。我是雪飞霜，我和你们这些女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，无论在我喜欢或者不喜欢人的面前，我都不用演戏。姑娘，你怎么一夜没睡啊？还有这衣服。我要回双城了，羽皇陛下在哪儿啊？你能帮我通传一下吗？我想跟他道个别。哦，近日是杜公子的明空葬礼，陛下他不在宫中。那好吧，反正总是要走的，说与不说也没什么关系。那我走了，你们自己都保重。怎么回事？回主上，
同母已经回城去请八大贵族，还有其他大人，许是路上耽搁了吧。哎，啊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没听说吗？今天摄政王在宣勤殿内大宴群臣，那场面真比国庆日还要隆重。不，可是今天不是杜若飞的明空葬礼吗？婢子什么都没有说过，姑娘也没有见过婢子。严大人，崔大人，哎呀，你们忘记了陛下是怎么从摄政王手中保下你们的吗？老夫为南雨都辛苦贡献了一辈子，实在不想落得个老来凄惨的下场。你们不能走啊！童木，易姑娘，两位大人，我们走吧。对，走吧。哎呀，不行啊！裴玉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哟，原来是雨公子和易姑娘啊！你们这是存心要与陛下为难。你这话说的，微臣哪敢为难陛下呀？陛下要破格为杜若飞举行明空葬礼，王爷已经同意了。至于这些大人们，他们可都是自愿来参加宴会的，王爷一没逼他们，二没绑他们，他们何去何从，真的不是微臣可以说了算的。二位大人，你们说呢？是是是是，走走走走。哎，二位既然不想饮酒，那裴某就不勉强了，但若要再次喧哗，就莫怪裴某公事公办。你不知道什么事让陛下如此着恼啊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相公子，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啊。这杜公子身为国之栋梁，那我作为朝中重臣，自然要来送他最后一程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相公子为什么不开心呢？是不是因为相公子，你怕你将来的葬礼也如此冷清啊？啊，陛下，微臣先出门着急，忘了换衣服，我想你应该不介意吧？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滚！那陛下不想见到微臣，微臣退下便是了。啊，对了，陛下，微臣要提醒你一点，这明空葬礼需要年满20能飞行之人，这在场的我看好像都不行吧。谁说只有会飞的羽人才能执行明空礼？你来干什么？局外人，快离开这儿！照我说，那些八大贵族才是局外人，他们跟若飞根本无甚交往，有什么资格送若飞最后一程？即使闲杂人等，那就不来也罢，这里有我们就好。童木，把若飞的骨灰挂在风筝上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不光你们羽族有飞翔的梦想，我们人族也有，所以每到春季，我们就会约上三五好友，到双城的郊外去放风筝。如果把愿望写在风筝上，当风筝飞上天的时候，愿望就会实现，思念也会被听到。生命是会消逝的，可天空是永恒的向往。愿你一路走好。臭丫头，谢谢你。
说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谢谢吧？但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。为什么？我要回双城了。我今天来，本就是想跟你道别的。我爹尸骨未寒，我不能总在南雨都待着。可是白雪肯定还会继续抓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也想弄清楚，为什么白雪一定要让我当廷俊哥哥的妻子，还有，为什么廷俊哥哥要杀我爹？跟我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先皇驾崩在我13岁那年，按照皇家规矩举办了明空葬礼之后，葬在了这个华丽的陵寝。但是在我心里，我的父亲死在了我10岁那年。为什么？我曾经养过一只心爱的雏鹰，我给它起名叫做清风，这也是清风院的由来。那一年父皇抓走了他，他日夜熬着他，不让他吃饭，不让他睡觉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我苦苦哀求他放过清风，但是他置之不理。没过多久，清风就死了。可是，这不是传说中一种训练猎鹰的方法吗？我知道，可我当时只是个孩子。我跟他大闹一场，可是他说，世人永远只会记得成功，忘记失败。清风的死怨不得别人，从此以后我就恨上了他，他也恨上了我。人人都说他不喜欢我这个不成器的儿子，要把皇位传给封刃，甚至他临死前传召的最后一个人也不是我，而是他。直到现在，我也怀疑父皇的死跟封刃有关。可是他传位遗诏上的名字写的不还是你吗？直到宣读遗诏的前一刻，我都以为皇位一定是封刃的，没想到他居然只是当了个摄政王。哎，可是他这个摄政王啊，存的可不只是摄政的心思吧？世人永远只会记得成功，不会记得失败。我现在倒是有点懂父皇的意思了。他拿锋刃压着我，也是想熬一熬我这只雏鹰。如果我死在了半路上，那也是我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，对吗？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把属于羽皇的一切全都夺回来。你会陪着我直到这一天的到来吗？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。雨再大也总要回家，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，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，力量无限放大。我们被小事打扰，为现实烦恼，如果和时间赛跑，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没准备？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，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。
的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。只要你敢想，就算没到达理想，至少有回珍藏。未来是什么样，心未免也未央，身材是一样闪亮。哦，站在逆风的方向，反而更大声的唱，一路青春的一次疯狂。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插上竹蜻蜓展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